对，其实之前交手也都是，很焦灼吧，就是在场上的比分。今天这场，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3-0拿下吧。但其实，在过程中还是，遇到一定的困难吧，特别是第三局。然后自己在赛前的话，还是有去看录像，主要是在心理上对困难的准备很充分吧。那现在进入四强了，你觉得这一次在法兰克福冠军赛中呢，打到现在你获胜的机会怎么样？获胜的机会怎么样？还是全力以赴吧，然后也很享受在这样的赛场上比赛的感觉。I think I will try all my best, and I very much enjoy the play on this kind of arena and this kind of matches. Well, great play again today. Congratulation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quarterfinals match. Good luck. 恭喜今天胜这场比赛。